预约领取纸本五倍券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其中透过邮局的预约平台来预约，就可以在指定时间临柜领取。不过却有民众发现这项漏洞，照着步骤输入个资，跳出成功预约的讯息，但这位民众输入的其实是过世父亲的资料，已经过世四年，竟然还能预约，让他好讶异。难道所有人都可以拿过世家人的资料多领五倍券吗？当地只提供民众啊，在约预约的时间到邮局来领券。的时间的预约而已，所以它的功能是比较简单的。邮局解释，预约网页只是方便民众初步登记，并不会审核资格。领券日前一天会再发出简讯告知是否符合资格，临柜领取时也会联动官贸系统核对身份，因此不会有多领券的情况发生。但邮局还是希望确认符合再预约，减轻系统负荷。不过却有民众抢在第一天领取纸本五倍券就搞丢。整包五倍券掉在马路正中央，就连信封都还在。事发在新北市树林，一名男骑士刚好经过，就怕失主刚领到热腾腾的五倍券就遗失，正急得跳脚，立刻送到派出所。遗失的人应该是会很着急的。我的心就是想说，赶快把那个拿去像派出所这样啊。像我的东西我遗失，我一定会很着急啊。相同别人也是会有那种感觉啊。找不到失主个资，警方会在获报后几天内公告。根据规定，半年内还是没人认领，就归这名热心骑士所有。但五倍券有时效性，明年4月30号前要使用完毕。骑士在10月8号拾获，就算加上几天的作业时间，半年后也还在期限内。但柯姓骑士最希望的还是失主可以尽快发现五倍券掉了，赶紧领回去振兴经济。 TVBS 人物巨献郭颖新北市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